收音机冷暖，素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和老公结婚十年，生了三个女儿，一个接一个女儿出生时，公婆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但从他们的行动中，我知道他们很失望，因为他们很少过来看女儿们。还好老公很喜欢三个女儿，也对我很好。老公还有一个弟弟，结婚一年就生了一个双胞胎的儿子，自然而然的公婆都跑去他们家帮忙带小孩子去了，而我家三个女儿就我自己一个人带着。老公在单位里做监工，工作经常是在工地里。老公说，没有关系，你最后在家带我们的三千金，我努力赚钱养你们。我欣慰地笑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老公在工地上处理工作时，因工人操作不当，高空坠物刚好砸中了老公。老公被送医院抢救了一个月，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了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天是黑色的，看不到一点光明。好几次都想跟随老公而去。最后一次，公婆拉着我的三个女儿，坐到我跟前说，你要是真跟着君儿去了，那我就把他们三个一起带上吧。女儿们哭着喊妈妈，我突然醒了，看着孩子们满是泪痕的脸，我的心痛到无法呼吸，抱着他们失声痛哭起来。婆婆也瘫坐在地上哭，公公扶着她，我这才发现两个老的失去儿子之后沧桑了不少，头发也全都白了。婆婆嘴里念叨着哭出来就好，哭出来就好。老公单位的领导和律师过来了，他们跟我说老公是因公去世，按照法律的程序，除去在医院的抢救费用、医药费，还有其他各种的杂费，保险公司还需要赔我们90万，单位赔30多万，合计120多万。不过需要我弄齐证件和各种证明。我因为伤心过度无法去办理这件事，所以就委托了老公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小叔子去办理的，我只是签了个名。后来赔偿款下来了，是转到我的账户上的。到账那天，小叔子跑来我家，嫂子我哥走了，这笔赔偿款有一部分是我父母的赡养费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回答道，我知道，改天我会取出来给爸妈的。叔子接着说，是这样的，爸妈一直在我家，以后养他们就我了。还有你也很年轻，我们也不能阻止你不让你改嫁。侄女们是大哥的孩子，也是我们家的孩子，以后他们就是我的孩子，所以你放心去找你的幸福吧。大哥的赔偿款和孩子们都交给我吧。当然赔偿款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可以自己带走。我有点惊讶地望着他，你大哥尸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你有何权利赶我走？小叔子还想说什么，我把他推出门外，关起了门，抱着孩子们坐在地上痛哭起来。人走茶凉，难道现在的人眼里就只有冰冷的钱吗？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叔子天天跑来，我一见他就关门，实在不行我就拿扫帚把他赶出门。后来一次，我和他在大门口吵了起来，他说的话越来越难听，公婆闻声赶来，周围的邻居也在旁边看热闹。公婆听了我们争吵内容之后，公公上前就给了小叔子一个耳光，你这忤逆子，你大哥刚走你就这样对你大嫂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婆婆跑到我跟前，灵啊，我也是女人，这些年你对君儿怎样，对这个家怎样，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的，只要我和你爸还在一天，我们就一定会为你做主。他如果还来烦你，你就来找我们，你好好带着娃们在家，好好的别怕。听完婆婆的话，我的泪水完全失控了，我抱着婆婆失声痛哭了起来。我以为他们个个都会像小叔子一样想把我的钱拿出来，想让我走。我还曾想过小叔子这样做一定是公婆叫的，看来我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后来婆婆搬来和我一起住了，帮我带着孩子们，我也慢慢振作了起来，打算找份工作。虽然有赔偿款，但一个家没点经济来源是不行的，我必须得为孩子们的将来着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。
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